感覺其實點都係開心嘅，因為好彩今年係分開咗樂隊同埋組合啦。如果唔係的話，我哋應該真係獎都冇嘅。係啊，希望都可以超級 keep 住啦，下年都係分樂隊同組合啦。如果佢樂隊組合歸一嘅話，我哋應該係排就係尾幾嗰啲嚟嘅。希望我哋嚟緊可以四個人都四個人攞到十大勁十大勁每人十大勁超級獎啦，係啊，勁超級獎咯，即係嗰啲歌咩四個人每人都一手攞到咯。嗯，係啊，咁都計過條數嘅，其實出年冇乜可能攞 ，Collar 又行出嚟啦，係咪先？其實組合亦都有好多女團亦都誕生咗，所以我哋下年應該係咪上唔到台啊？咁計法冇啊，所以我今年特登請我爹哋媽咪過嚟咯，係啊，因為我計啱咗條數啦，係。感動咁喎，你哋幾個都感動，感動，感動。咁我第一次上公司自己個台喎，上年我哋係冇得上台，甚至係冇表演添，今年真係好開心，同埋今年我冇上過榜噶嘛，我哋首即係嗱，雖然話自己公司，但係因為有黃龍德會計事務所，我哋係一定係好真嘅，所有嘢都係啊，估唔到真係即係啊，係我哋好似冇多謝過 fans 喎，我有多謝翻㗎，四零四個位，要多謝 fans 係啊，係咁。多謝我個 fans 啊！我都真係冇呼籲過，我係覺得我唔值得攞呢個獎，所以我冇呼籲啊！直情三個 humble， 所以我好 humble 咁多謝佢哋，即係多謝真係真心多謝，無論我哋 fans， 我嘅 fans 定我哋四零四嘅 fans 有份投票俾我哋，我哋先上到呢個台。多謝。咁仲有譬如 solo 咁樣即係三個都出曬啦。咁阿子，你係阿子係專心做劇嘅，佢係Viu TV， 你頭先話咩 ？Viu TV 梁烈維啊，佢而家係係。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稱號，但我不希望將來都是掛著這個稱號。 OK， 將來你是 Feel TV 劉青雲，遲些是吧？劉青雲是，現在是梁烈維，他的目標是自帶，不要緊的，即是正如我也有問過 Solo 這方面的，但是老闆跟我說，即是其實我要拍好了一部戲，即是他打個例子，即是古山拍了《尋秦記》，他才會有今期流行。哇，你的例子很厲害啊，大佬，我剛剛聽到了，真的說真的，追這個方向，我拍到一個代表作先。然後我先行出嚟唱 solo， 咁我就似古天樂啦。你好快有，但係係啦，希望可以啦。佢好快有啦，佢而家係咁拍劇啊，起勢拍啊。唔該曬。